那么第二个如何得理啊，生住灭见，所谓呢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好、哦、是他自己啊以及外面的所有一切，好、哦、称为他，好、哦、集聚啊皆不生故，家己也无生，啊所有的哦万象万事哦嘛拢无生，哦啊我们妄见生灭，拢无生灭，啊咱妄见生灭。那么随自己的心量之所限，哦见外物啊无有，哎我们的心念心量哦限的时候，哎看到外面啊外面都没有物件，黑拢假。眼聚则生，眼散则灭。那么见之事啊不起，哦，那个见，诶，看到什么哦物件生出来，就拢无哦起那个认识啊，都没有起那个认识。即众眼啊无机，哦，那个眼聚则生啊，众眼都没有智慧，他无智慧就无生，无生就无灭，哦。由分别因缘啊起三界，啊，咱个分别心真强，吼、哦，啊，强干嘞，有这个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吼、哦，起这个三界。那么如是观时啊，肉内肉外，一切之法皆不可得，吼、哦，安尼伫咧观，吼、哦，观照的时候，内外所有的万法啦。哎，拢得袂到，拢无啊，无办法。那么皆有啊，实体，拢无实在体，拢假，就远离啊，哦，生见，离开吼、哦，哎，生见界出来，哦，证悟啊，如幻现，哦，哎，凡尘的所有一切、啊，哎，都是哦幻，哎，干那幻灯片照出来，连袂都无去啊。哦，即时歹得无生华人，已经哦得到迄个无生，哦无生华人呢是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呢在无生华里面，他、啊、无生就无灭，哦，所以今呢而脱离啊苦海了，住啊第八地，哦，就是菩萨的不动地，菩萨呢到第八地啊就不会退转了。哎，还没有到第八地哦，他给我退转了。那么了解哦，心意识啊，五华，哎，都是名相分别如如正智。哎，我们用心意识啊，哎，就是了解哦，哎，名为得来，相为得来，哦，分别心为得来，啊，如如为得来，正智为得来，哎，都能够了解。也显示他这个如如。他有一点要回到佛性本体啊，还没到，在修的过程，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为什么有55个位阶，啊，为什么有那个，哦、那个顿超，就是那个很快还无地到佛地，有的就是要一步一步啊，行55步再搞，啊，有的就一步就搞。哎，不一样啊！虽然有时候名称哦，哦是一样，像那个五味百华，五味百华六个五味都列入其中。哦，虚空则昧，灰则昧，然后哦，哎，那个昧尽，然后跟如如，跟还有个什么，再讲起来。虚空则昧，灰则昧，哦，不动。还少一个不动，哦，不动，然后，哦，那个无为在其中，无为化，所以、哦、有这个有修道者问啊，问那个禅师啊，说为什么无为百华把那个哈、哦、无为化也列入哈、哦，哎那个其中，一共那个是哈、哦、跟我们凡尘的。好像生死涅槃相对单相类的，你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他所以讲涅槃要加一个大，大涅槃，就超出生死。不然我们讲涅槃的时候啊，是跟生死相对，
那个啊，秀，那个张卓秀的才会说，生死涅槃本空我，平等好像空中的话，他会说平等就是两个对待啊。哎，啊，假如说，哦，那个无为法是对待的，那一样也是在凡尘，不是超越的。他没有对待那个才是加一个大涅槃了，那个就超越了。跟生死就不平等，他光涅槃跟生死平等，哎。所以底下呢，无我相哦，哦无法相，那么转依哦，转所依止啊，或依生身。那大慧菩萨又问释迦牟尼说：“以何因缘啊，名意生身？”那么佛就讲：“意生身者啊，譬如意气，哦，咱的意要去倒位？哦，像即马讲哦，来台北车头，咱的意啊已经伫台北车头啊，很快啊，吼、哦，数即无碍啊，拢无障碍，名意生身，譬如心意啊，于无量百千游行之外。”一先所见的种种之物啊，念念相续啊，哦，即意于彼，就进了高压去啊，哦，非是其身及山河湿地啊，所能为爱，哦，身躯啊甲山河就壁拢甲冻袂掉，一生生者亦复如是，哦，他如幻三昧，力通自在，哦，那个如幻，哎，虽然是正定哦，可是如幻，哦，知相庄严。哦，一本成就啊，众生厌故，犹如意气啊，生于一切啊，诸圣众中，是名菩萨得远离啊，生住灭见。哦，这个哦，第二个，第三个，如何观察外法无限？会观察一切法，如阳焰，如梦见，无始细论。哎，我的小瓜武功演戏的台词啊。种种哦，那个执着，希望恶习啊为其因，如是观察一切法，即是哦第四个专求自证啊圣智。哎，我们在凡尘要专求自证圣智，能够自己证悟啊，哦那个圣人的智慧，哦专求哦形而上的道啊，记住如是四种法，即成大修行者。他位菩萨又问。为言语是第一义啊，为所说呢是第一义。他佛告大慧，非言语是，哦，亦非所说，两个都不是啊。何以故？第一义者啊，是圣智内住正见，哦，就是已经呢到达佛的证悟的境界。非言语分别自见，哦，言语分别讲的都不是，言语分别不能显示啊。哦，佛言，言语者啊。起灭动摇辗转一年生，哦，若辗转一年生啊，于第一义啊不能显示。第一义者啊，无自他相，无言哦言语有相，不能显示。第一义者呢，但为自心，就是看到咱的心，哦，那种种外相啊，悉皆无有，哎，就是形而上的道，哦，信道呢贵笃，所道啊贵坚。道之在身呢，如生命啊，是不可思，哦，不以外物啊，移其志，不因事实，异其超，而后能安理贫贱，居于下位，不哦不羡慕人的哦那个繁荣，哦，故能君子人格哈、哦、健全者，道不啊离人，人呢自离道，黄心若歇啊，歇即菩提，放下万年啊，即如如佛。佛老师也说，常明般若妙心啊，哦，勤此智慧利见，了悟真法，明彻假解，明心见性呢，广行功德。这个是，学姐吹出来的结果。有没有讲得很明白？哎，形而上哦，那个位置到的到，哦，讲的都很明白。有问题吗？还有两分钟。
好，请说。没有，是请问一下，就是上面的同学就是说，不要妄念去生真如之体之体的话，那就是说你在做加比量的功德多少，那个一转念，那个自信就啪就出去了吗？要不要酝酿很久？那个是我们要事先啊，要有心理准备，然后要笃定我们的自己的哦那个做法，因为不能跟人家聊天，你一聊天哦，精神会回来，他会分散，你要做什么功夫都做不成。所以哦，你做的时候，就是人家讲什么话，你都不要反应，你专注在你的意念里面。专一的，专一就是道。那个时候，你专一了，看是要用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你就专一。专一的时候啊，你去接受那一种痛的时候，那痛啊，痛就会消失，就变成佛性出来，是这样的啦。不是说飙，还有阿弥耶。老天天大德，一起感谢你各位先生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今天这个手上呢，各位都有一张这个形而上啊，位置道，是呢从34遍啊、那个台南中医宫 DVD 所讲的课啊延伸下来，因为34遍啊讲65章那个道规章，那么讲到呢这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把那个老子的那个道最高的程度呢都呈现。可是呢在说的时候啊，这个同一宫呢这个全部啊大概17-18都睡着了。功效很好，剩下没有睡，大概10个才剩下1-2个哦，在听呢。因为后学在台上没有看到大家睡觉，所以都一直讲得很努力啊。结果大家都没有反应，后学就很奇怪，今天怎么大家拢共同和的，拢不爱伊。其实在底下拍 DVD 啊，所以大家拢困去啊。所以延伸呢，或者又回来，把那个形而上的道啊，都加以延伸，把它呢这个更阐明啊，这个是我们修道者追求的最高程度。所以或者呢就请陈秀慧把那个34篇他看到的心得啊向大家报告，因为或者有特技呢说大家都睡着，你不能睡，你要把那个你看的里面的精华向大家报告，然后呢再来延伸啊这一张那个形而上的道。他在新庄我们以前也讲过一次啊，那我们就同样你新庄那个模式啊再讲一次讲给大家听，要不要用麦克风？要不要？把那个因为34篇我们可能也都没有还没有看啊，所以那个有看的了，还有了解到里面讲的内容吗？因为我承受不好，没意思吧。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修道在追求一个最高的法门，所以不是很困难，可是一定要有窍妙，进入要有窍妙。刚好那一片就是在讲那个窍妙，什么样进入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向各位阐释。不知道那个效果竟然那么好，什么效果？催眠术。
哎，那个竟然大家一听都睡着了，哎，怎么会什么效果这么好？会或许都很奇怪啊，哎，他想一想，我们可能哈、哦、那个根基都还不够了，啊，所以在听的时候啊，哎，那个整个哈、哦、那一些啊烟圈啊都把我们挡住了，不让我们听了、啊，哦，说你知道这个的话哦，那你成佛一定有份了、啊。哎，较慢嘞，较慢嘞，哎，这无加点海海一挂就够，哎啊，所以都让大家睡着了，哎，那或者就想说，这样就太可惜了，哦，这么殊胜的法门啊，一定要先建立正确的哦，哎，那个观念，哦，所以往后啊，我们有听到人家讲，哎，有一些法都是方便，那我们哦，走方便法门啊。久了以后啊，会有法执啊，那法执一在啊，我们就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哦，就是要去掉法执的最好方法哦，就是走入啊，哎，最上乘的，哎，那个独一无二的形而上的哦道，把那个道啊，整体啊，都在我们哦心中呢生根。那、啊、这样的话呢？绝对啊，成佛都没有问题哦，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啊，一定可以成就。哎呀、啊，所以哦，特地呢，哦，把那个哦六十五章道规章啊，哦加以这个阐释。那、啊、各位有的有看呢，那就更好，看了再来哦研究这一章的话，那意思啊，大部分会更了解。哦，因为这个形而上的道，并不是那么困难，只是我们哦。啊，都缺少那个窍妙，哦，没有办法契入了。那、啊、只要我们契入了，哎，人家再怎么讲怎么讲啊，都左右不了我们。哎，开始吧。李老师跟学家好，或者人在书斋讲最好，不要在这边去，所以哎，啊，或者人看了34遍嘛、啊，那个第五十好像是56章，56章，对，56，后面觉得听里面真的很多，就是李老师跟我们一开始啊，我们接近心理心法的时候讲放眼放下一定不深啊，从教我们。慢慢从啊10秒钟或1分钟直到10分，慢慢的，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260钟。真的以前说260钟常常不离那个，然后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只知其所以，只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然。好、啊，真的我们都是这样。不太了解他的真实意，然后从放眼放下一念不生开始启发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自信投资后，哎，慢慢我们真的那一份清净嘛，自己就觉得很舒服。如果能够一直沉浸在那个佛性当家哈，真的就慢慢的才真的算在修行。或许是因为以前我们从改毛病去不去，好、哦，那个是。真的在我们修道来讲是真的啊、算是比较就是比较一般啦、啊、就是我们本来就要把我们的脾气毛病，或者看那个序文也是一直强调这个啊，真的要从这个一直去掉才有办法谈到行文上的道。所以呢听34遍后，你觉得真的让我们真的更上一层啊，让自己再慢慢的去领悟到那个佛性要怎么生根，好，就是改改嘛，改，它好一点啦。后觉觉得，然后再来就是后觉觉得真的要从放眼放下一念不生，后觉觉得真的很难，因为后觉觉得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在啊，不管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整个群居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不是像一般的啊出家的人哈、啊，真的他们抛开。这个凡尘，然后红尘，然后到很清净的地方修行，会不会觉得那个你来做，会不会觉得，哎，因为你那个不会接啊，然后一本上万千灌输的，你不会说很多人事物呈现出来，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的是很多的人事物，但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那些因缘，所以我们真的现在是要在尘不染尘，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会不会觉得真的。我们真正那个，然后让自己的情绪都变，所以刘老师才
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业，哪里有业就会受苦。我就觉得这句真的是变成我们自己的作用。你一直念这一句，然后会忘记放下一念出声，然后你真的就不会，就是发觉你那个起心，每个人那个起心动念都从佛性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察觉到了。起什么心，自己都了了分明，然后就赶快，把它降服下来，就觉得真的。然后听了三个师兄，就觉得，我们再来就是进一步那个李老师讲吃鸡和龙蟹，后觉哈，每次听李老师讲那个课嘛，他永远都没有打那个字幕，后觉下来紧张一点，后来现在网络很方便，就把它打下来才知道啊。后学的字都不对，诗这个嘛哈，诗句的时候，他后学写的字都不对，真的。然后自己现在都会去找，才知道说很多字都不对，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好，诗句而龙蟹，淹没而人生，神动而天水。后学第三句真的，神动而天水，你要每个人的起心动念，真的就是跟老天的电波就直接打上去。真的，你没有办法说好，我在半路就把你拦截下来，真的没办法。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跟电波就那么快，所以在讯文里面老师讲到说，现在都电脑都很厉害了，然后都是要 Facebook， 然后他说哇，我都要不耻下问来跟这些年轻人学，但是他讲了一个重点，他说，但是我的心哈、比你们都还快，然后我的感应也比你们都还灵敏，所以虽然那个科技多么的发达，但是呢，我们这个。都是从我们的自信去研发出来，都是从我们的佛性去制造出来，所以我们最重要还是要从我们的本性下手，不然真的很多我们走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真的老实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到哪一天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真的不可以再这样迷迷糊糊下去，所以或许觉得，内容很多啦，会觉得题目的也很少，真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守真常，去那个生命的心，让自己的那个真心啊，长功永远在。或许在学习也是真的跟着大家一起研究哈，只是有时候在这里刚好讲到了，有时候那一天老师我们就说好，还有好多都没讲到，但是当下就是空空如也。谢谢李老师，谢谢。好。谢谢你，谢谢你，换你跟大家讲，换你跟大家讲。好的，好的。我啦，我目前还没程度了。没有关系。不学有心得，有时候我们上班不来听课，有时候真的很累。就是有时候谢谢或者理解第一个问题之后，那个精神都来了，就那个累就不见了，所以会觉得发觉哈。讲心得或者提问题，真的可以让我们精神更好，会觉得经验，所以理解。哪里看的三十四篇的那个心得报告？我在三十四篇讲。看这一遍，看这一遍。其实我看了几次，我看了可能三四次，因为新庄有讲师讲。你那一遍看不懂就是没程度，那我在考我自己。所以我这两年是那个拼命的跟班，拼命的这样子，我要看我到底第一次看得懂不懂。那第一次在看的时候，我是有点浑浑噩噩，因为大家讲话吼，大家讲话啊，有爱读他爱读有闪失过。好，那第一遍看完是这样的状况，第二遍再看，有点懂的。然后第三遍看的时候就完全知道了，可是第四遍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我要让我自己知道魏老师到底在讲什么，到底这个他要把我们拉到什么程度啦、那会觉得是看这样，那我觉得那一遍真的很棒，值得看一百遍都值得看，真的很棒。我觉得刘老师每一句话，像我今天早上吃饱饭，我吃饱了，我在讲护士教我吃饱后要坐着不要动。我在讲，像我习惯吃饱后我在坐十分钟。我在转的时候，哇，怎么随便转，每一句都是宝贝。所以我觉得那一片真的在我们修行上可以提升，帮助我们很多。我很珍惜这一块，我觉得以后我会帮助，直接把这一块拿来看。你这样子，后学是这样子。你个后学没成功要看你这一块。
这边算是时间蛮长的哦，七八年的，那个气氛呢、啊、都还没有培养的时候很热络啦，哎，所以互动的那个情形不多见。那我们现在呢，借着这个已经有很多这个新手加入啊，哎啊，这样的话哦，会互相提携，哎啊，互相勉励，这样进步啊会比较快。而且修的方向哦，假如说有偏差的话，我们也会提出来探讨，哎，不然默默的做哦，做错了都还不知道，哎，等到要改，已经也习惯性养成了，养成就不容易改，哎啊，所以我们在开始下手的时候啊，哎，就是要正确，哦，方向正确，目标正确，做法正确，哎，这样呢一路走来啊。就一定也会成就哦，时间早晚了、啊、一定会成就，所以不用怕呢啊，追生不会成佛都不用怕，他已经呢都在这个新闻之中啊都有建立呀、啊，哎呀、啊，所以只要我们把那个观念呢、啊、加强这个对自己新闻里面呢、啊、那个程度加强，对凡尘的尘垢啊，哎，就会慢慢消落哦。因为我们沾了非常多的尘垢，自己呢都不知道，不知不觉啦，错了都不知道，哦啊，所以哦，借着呢大家互相研讨的时候啊，看见自己的错误，然后用心呢把它改过，所以真的修道呢最大的敌人呢就是自己，看呢自己啊愿不愿意改，哦愿意改啊，那个啊，哦真的是那个路啊非常的宽广。那假如说自己不愿意改啊，走的路就很窄啊，哦，所以都要看自己啊，愿不愿意哦。只要心都放宽了，哎，我们容纳哦就大，容量大了，哎，我们的进步啊就快，哦，啊就知道的多，啊知道的多呢，哦，我们多闻，多闻的话呢，对我们新闻之中呢，那个佛音啊重的、啊，哎就比较过，哎，一方面呢，我们又生死得本。哦，帮助人家，哎，啊，这样呢，哦，生活起来啊，就会很快乐，哦，不要等到以后这个归空哦，啊，回去了，在世的时候就很快乐了，哎，所以呢，啊，或许在这边跟大家勉励，那呢，本来还是要想啊，看看哪一位想发表哦这一章啊，因为是行而上位之道，已经呢都把它落入文字了，哦，从那个。三十四篇延伸的，那么为什么哦开头就用天命之谓性呢？因为可能我们又有哦一个天命的一个哦，让我们啊哦又一直在提倡啊道真理真天命真嘛，啊所以不知道天命啊是在讲什么？我们所追的天命啊，就是凡尘的零点的恩师啊去办到那个就是天命哦。那这边呢，后学就把它呢。直接点名，天命就是我们佛性，我们佛性就是天命，你追就是要追这个真心佛性才是追天命啊。不是呢，你要追求当点恩师，那个当点恩师不一定成佛啦，当点恩师到三恶道去啊也都可能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一个假名相，那因为呢大陆有十三亿的人口，上天不会慈悲哦，我们只有2300万，他要照顾十三亿人，其实有20亿呀、啊，有的一胎化政策啊都没有报户口，大概有20亿的人，那我们这么一点点的，本来是要去办啊，这么大的人数啊一定也忙不过来，所以很多人啊会领天命去办，所以那个不奇怪啦，啊只是那个是短暂的。使命任务，只要你到达涅槃了，你那个就没了，你所领的天命啊，就终止了，就没有了。那我们天命是为性的性啊，它是永远存在，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追这个永远存在的那个天命是为性那么此名啊，人生之本，我们人生的根本啊，就是天命。就是佛性就是天性之源，我们呢本源人道呢是所由成为什么会有人呢、就是天命
我们有天命呢，哦，才会成人道。哦，人之气呢，只是太一啊，哦，温元之气，哦，气机啊，真界。这个呢是哦，老子的口气啊，说呢那个哦气，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说既然呢称性，则是呢恒常之说，就是永恒常住啊，哦，这种说法不是变来变去的。那么实测三季，这个时间呢，它贯彻啊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佛性呢贯彻啊，哦，过去、现在、未来，哦，所以《圆觉经》里面啊，哦，有记载，我们要呢启发呢自心呐，哦，闻思觉者妙慧，哦，那个天命之谓性，哦，就叫智。那么圆满的自信啊，普贤恒沙功德，那个普贤也是我们的哦自信，就是贤。所以底下呢就讲说头哦清珠啊，以浊水，水不得不清啊。我们头佛想以还心，还心不得不佛。所以只要呢我们把心啊哦都呢投入啊佛性之中。那我们呢那个凡心一定呢转成佛性啊，哦，所以当信啊自心，要相信啊自己的心，就是天命之谓心，哦，一定要相信。那么他呢哦无依住性，没有依住，没有依赖，哦，那个啊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完全都是空啊，无依住，全部呢都没有依赖，哦，妙慧解脱到那个没有依赖，哦，我们奥妙的智慧啊都已经呈现，啊，已经呈现了就能够解脱，哦，是自闻思，自己啊就是闻思，自己啊就是有智慧，所以闻思呢代表智慧。那么一心呢无一处中啊，无限妙理啊，有自在分别，哦，有那个了了分明的自在分别。所以或许有小花舞把那个哦自在分别啊，就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那个佛性的本体，哦，因为怕我们看到分别啊，哦，又是认为分别心。那么无性可动啊，名不动呢，哦，佛智，没有性可以动，如如不动的。我们佛性本来啊，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如如不动，叫做不动佛智。哦，若心外有佛，我们的心以外有佛的话，不明信心啊，名为邪见人，哦，所以啊心外没有佛，所有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我们真心啊，都是佛，所以追求要追求自己啊是佛的佛，哦，不要追求外面的佛，哦，假如说呢，哦，心外有的话，哦，名为邪见人，就已经呢啊知见啊不正确。只要我们一念啊气真，哦，一念气入啊，我们真心佛性啊，离跟智啊同现，哦，离啊就是啊本体所呈现的哦那个本体，智呢，就是本体所发挥的哦那个功能作用。那么理智啊同时呈现，即名为佛。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名称叫做佛。那么一切哦知佛啊，皆同自心。所有的佛，都是我们的哦那个真心，一切众生呢皆同自性，所有众生呢都闻佛性，所以一念应真，哦，上面呢气入哦真，下面的应哦气入跟呢相应啊，哦是有一点不同角度，哦三世啊情境过去现在未来哦都没有了，三世情没有哦，智啊无出没。哦，就没有用智慧，不用了，不用智慧的，因为无我相、无法相，已经到达佛了。哦，所以即佛果，佛的果位。哦，性啊无依住啊，体无差别。哦，这个呢是讲到呢，哦，形而上的道。那么以此同体妙慧啊，知知佛心及众生心。哦，这个同体，我们佛哦佛性啊都是同体。不管众生，不管佛，佛性呢本来都是同体，哦，知道知佛的心及众生的心，差别啊就在分别与不分别。那么如是信解啊，
哦，不自欺狂，这样呢就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哦，因为啊，真理啊，贤微，哦，非言说呢所显，不是呢言说啊，神所能够显示啊。哦，要以身心啊，哦，自己体悟了解，哦，身心体悟了解，哦，那个哦粗浅的啊，没办法，哦，能够呢身心体悟了解，就会啊整个佛性啊朗朗现前，就呈现在眼前。物呢穿凿异端，人家说的奇奇怪怪的话，哦，我们不要去哦穿凿，不要去呢跟他去探讨。物迷陷啊邪心，哦，那个邪心啊我们不要迷陷进去。物牢固啊斗争，哎，所以啊不要落入口舌之争，哎，嘴子咧争哦，小争，哎，小输哦，唔捌生，唔捌输啦，小输唔卖呀。哎，所以哦，物啊，固老斗争，哦，那么底下也就讲说，由相啊是心，我们由形象啊来认识啊我们的心，能够认识外面一切形象，便知道呢我的心啊在活动，然后寻相啊会上心，寻着外面哦，外面的一切形象生灭啊无常，时时呢都在变。那么如果心啊随相转，心无主人的时候啊，就失掉了心的存在价值，哦，所以这个寻相就上心。那么知相则心啊，哦，知道相那个就是心，存相之心呢，哦，意相而已，我们存相的心啊也变成形象。那么谓之心可污，哎，就是不能呢把它谓，哦，它就是心，已经不是了，变形象了。那么假如相生呢心生，哦，相昧啊心昧，心和相啊勾结不分呢内外啊主客的时候，则心呢，哦，变成啊另一种相，哎，所以要我们要知道，哦，那个心跟相啊不同，哦，心啊是内，哦，是主人，相呢是外，是个客人，哎，所以我们要分清，哦，所以啊只要落入啊，哦，那个外落入，哦，客，那个变成啊相，那谓之心可污，不能呢称为哦是心。那么原心啊，原来的心，哦，它是息灵不昧，哦，戒然独立，就是哦没有依赖，哦，它息灵不昧，了了无明，哦，非常灵敏，哦，形而上啊谓之道，哦，那个息灵不昧的呢，那个形而上的道。那么乾，哦，为父啊，哦，就是天父我以气，坤为母，哦，地父我以形啊，哦，乾坤呢就是天地，哦，以诸啊渺焉，哦，我们的身体啊甚为渺小，哦，以就是卦，哦，知啊渺焉就舍了，我们的身体呢渺小，乃分南中楚，虽然很小，可是那整个道啊都在我们这个很小的哦那个身体之中，所以不可知的那个中啊，哎，那个身体啊中，二六十中的中，哦，却得到天地啊前德，哦，而居呢天地之中，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那个身体啊虽然很渺小，整个天地啊都在我们哦身上，故天地之塞啊五其体，哦，就是天地间呢，哦，堵塞天地的有形有相的，哦，本来天地是空的，可是呢被我们的形体哦堵塞的，哦，所以天地之塞啊五其体，我们的身体，那么充塞天地之间的一切啊都是我的形体，哦，所以了解说哦这个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哦，都是呢我的真心佛性。那么天地之帅呢五其性，哦，当天地的元帅，帅着天地的就是我的佛性，主宰天地一切之理就是我的本性，哦，人之异于禽兽，我们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所在，全在于人的哦生命呢是理性呢和道德，
哦，这个呢跟禽兽不同，因此啊，人性是天地之帅，所以能率性，哦，就是帅的天命，哦，而为，哦，是指以啊参战啊天地化育，哦，就是能够呢跟天地啊，哦，同时变化，哦，能够呢帮助啊，哦，天地啊处理万物。但呢前提啊是要呢彻底认清啊形象是假，佛性呢是真，佛性所具备的般若妙智慧要启发运用。哎，我们平常呢，哦，都是用聪明，啊，聪明呢反被啊聪明误啊，哦，我们因为聪明，所以误了我们啊，哦，都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呢不要用聪明，要用呢般若妙智慧。那么般若妙智慧呢，不是有身体以后去学来的，它是本性所具备，所以我们要放下万年啊一定不生的时候啊，般若才会启发。有般若呢，就知道啊那个独一无二的，哦，那个形而上的道。哎，所以啊，我们哦这一段呢，就是在形容哦这个形而上的道。哦，那么十方之佛唯以一大事因缘啊，示现在凡尘。哦，开示啊佛的知见，示啊佛的知见，悟佛的知见，入佛的知见。哦，先呢向众生现海，我们呢，哦，那个啊佛性呢好像大海那么宽广，哦，烦恼之中呢，哦，开发我们一真法界，在我们烦恼性中啊，哎，它就有一真法界，哎，就是一个哦独立体，形而上的道，平等实相，哎，都是平等实相，所有众生呢都一样，哦，在烦恼之中呢，就有一真法界，就有平等实相，就有呢形而上的道。那我们呢，哦，以为啊，哎，要另外去找，其实呢就在我们呢，哦，那个烦恼陷海之中，哦，众生呢和佛一样，哦，这个啊就是啊开佛之见。那么接着呢就是佛之见，哦，佛以所证得的佛性涅槃解脱，哦，这三个道理啊显示与众生，众生呢同具，哦，众生一样有最上的佛性，有涅槃，有解脱，哦，全部啊都具备，哦，三德啊都圆成。那么在呢啊悟佛之见，哦，领悟啊这个佛的之见，显示呢佛所成就的，哦，那个菩提圆满报身，哦，使众生啊依之修习，悟入啊佛智，领悟啊进入佛的智慧。那么最后呢入佛之见，哦，佛的之见呢啊众生啊皆具，我们皆具备啊，哦，有佛的之见，即一圣呢圆中平等的大慧，哦，就是形而上的道。哦，所以这个，啊，我们要了解佛的知见呢，之前呢佛就讲佛知呢，哦，三际心不可得，佛见啊不执着依，不执着意，哦，所以角度啊又不一样。那么众生呢被所知障碍而不得显现，哦，这个形而上的道啊被那个所知障碍，所以我们的所知啊，哎，都是形而下的气，哦，被这一些呢气万事万物啊障碍，哦，那个形而上的道啊显不出来。那么只要肯万年放下再放下，哦，一念不生妄啊尽啊真就显，哦，形而上的道啊即能呈现，所以哦不是很困难，哦，只要我们抓住啊那个窍妙，哦，一定呢就可以契入。那么知佛以种种方便言辞比喻啊开导众生，实践呢慈悲克制啊，哦，我们的私欲，哦，专精的意志啊建立功德，同成佛道，共得正觉。那么众生呢，哦，需要呢自培啊信心，自己培养啊，哦，自己就是佛的信心，哦，不要向身外求佛，自身呢就是佛，身外无有佛，哦，世俗啊善根，哦，生死得本。那么使能悟入啊，哦，修道的要义，知其如何修持，建立啊正确的理念，
哦，不被邪说啊所迷惑。所以我们现在啊，一讲出话来，很多话呢都不合真理，那个都叫邪说。然后我们不被邪说呢所迷惑，一定呢要认清真理。哦，真如离体啊，离缘皆失。哎，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叫真如离体，叫一真法界。哦，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它离开所有的语言，也哦没有思虑，我们头脑的思虑啊，也绝对思虑不到。哦，离缘皆失，不以思量哦分别啊相应。哎，我们了解说真如离体啊，不以思想哦，我们的那个啊，头脑里面的哦那个思想言论哦，不以思量分别啊相应，意啊不以啊知染华相应哦，真如离体不跟染华相应，所以只要我们心染得成垢，就跟真如离体啊哦已经结缘了哦，不相哦处在一起，所以啊一定要自己啊。把那个染华染了凡尘的万华，染了尘垢的一切，都去除了以后，真如离体啊才会呈现。持净啊，哦，其妄心分别，哦，妄心分别啊，一定呢，哦，一定要持净，哦，则真体如如真如离体啊，哦，不立一法，放下尘缘，使能弃入尘缘啊，凡尘的因缘，全部呢都放下。才能够弃入，起心即错啊，动念即乖，所以不能呢哦起心动念哦，起心动念啊，就跟真如离体啊哦相违背哦，心行处昧啊，言哦言语道断哦，心在想的，嘴巴在讲的，跟真如离体啊都无缘无分，那么是一切法离说哦，所有的万法。离开言说，离开能说，无有能说哦，无有可说，离眼说相哦，眼说相没有哦，无有能念呐、啊，可念哦，即离呀、啊，心眼相，心也不攀缘哦，了达一切言说哦，一切言说都是相，即非言说，即非言说啊，就是现哦，言说呢性空，所以讲出来。哦，佛讲四十九年呢，哦，都一句话，哦，一个字也没说，说呢无能说所说，哦，说即非说，哦，呈现呢是状况啊，就是形而上的道，所以形而道，形而上的道啊，哦，在这么哦这个啊矛盾的文字之中呢，哦呈现，那么佛说法四十九年。自然说哦，很努力说哦，无问自说。入涅槃前呢，弟子问如何处理呢？这四十九年所说之法，那么佛就说：我四十九年呐、啊，一个字也没说。那么菩萨问言：以何根据呢？作如是言。那么佛言：以两种法作呢，如是说哦。我们这个导师哦，比较转的有一点哦，所谓的本自法以及呢这个自证法哦，而此呢两种法皆是呢形而上呢哦谓之道哦，本住本来佛性呢本寂的哦，本来的叫本住法，然后自证法就是经过凡尘的修正哦，不管是顿教的五十五位阶的。哦，那个自己证悟的哦，证悟啊，自证法哦，这两种法哦，然后呢才哦讲出来的，一个字也没说，所以依据啊，就是本自跟自证。那么底下有说呢，这个向上一着啊，千圣不传，就是要我们本身哦去实践啊，那个哦没办法说的哦，没办法能念的哦。就不能讲，讲出来就有偏差，所以那个哦，要全部都离开言说哦，离开呢这个心念，就唯有自己啊亲证，哦啊自己亲证啊，就是千圣不传呐、啊，那个不是说哦暗多不爱传，而是说没办法传，
因为你自己没有证哦，要你自己呀、啊、哦本身知道。哎，像喝水啊，哦，那个水是冷是热啊，你要自己喝才知道。哦，所以那个哦，向上一找啊，千圣不传。若有能说所说啊，即是生灭，是轮回法。佛示现在凡尘啊，他不传给众生哦，六道轮回之法，所以哦，不讲那个哦，有能说有所说的。那么了知啊，一切哦，心念啊，即非心念哦，念啊，本无念。所以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叫正念。哦啊，正念呢，就是佛知啊，佛见。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有念的，那个叫邪念。哦，不正确的。哦，念无可念啊，念即非念。哦，所以知妄啊，即真。哦，无说无念啊，是名随顺哦，真如随顺的真如，然后言说的哦，说出来啊，哎，这个是哦，无言之法，以言显说了哦，因言而入啊，非即是也。哦，佛老师讲，道本无言，非言不显。哦，这个言有不达呢，道无以明。所以老师也要我们哦，详细说。啊，我们呢由详细说才能够了解进入，可是哦，这个详细说啊，都是勉强而说哦，所以一定要知道那个随顺真如。那么当知啊，离念哦，离言说外啊，别无真如。哎，所以念呢、啊、就是真如，言说呢就是真如，所以这个角度啊，哦，跟前面上一行的角度又不一样。哦，他把那个哦念呐、啊、跟呢哦言说啊，已经融入真如离体，体不变哦，这个体哎就是佛性的本体。那么随缘，我们佛性啊可以随缘，随缘就是用啊有哦有体有用。那么事故啊起心动念呐、啊，无非真如哎，所以我们呐、啊、哦那个起心动念呐、啊。那个念都是真如，哎，都是佛性本体。我们差别呢，都是在找。所以啊，众生找有，以为实有心念可得，哦，差别是在这里，哦，在认为它是实有了，它没有，哦，我们呢要了解说，念头生花了，起心动念了，哦，那个啊，都是从佛性本体出来，可是啊，它都没有，哦。形象在哦，要了解说哦，这个没有形象在，可是呢，它会呈现哦，这个呢，以真空妙有哦来描绘。那么时有言说哦，可行哦，即是呢为逆真如，这个是我们众生的哦那个现况。那么既啊为其现啊，允何可入哦？违背真如呢？就没有办法哦进入真如。那么若要证入真如啊，哦，必须啊要离念哦，这个就是呢啊没有那个相啊，就是离相的意思哦，没有心念哦，也没有那个眼说相哦，没有心眼相哦，所以呢必须要哦离念。那么当知哦离念呢，非是啊将其心念断除。不是说把心念哦断除，只需了知啊，妄念本空。哦，我们的念啊，哎，我们生发的念头本来就是空的，要呢空起成见，空呢我们所念的那个内容啊，把它全部空。只要空了，哎，这个念啊就变真如。哦，不空呢变相，哦着相，变着相啊，我们就是凡夫。哦，所以差别很微细啊，哎呀、啊，我们要体会。而念哦，实无可离呀、啊，哦，就是真心佛性啊，实在啊没有可离的地方。当体呀、啊，哦，了不可得，哦，不可得处呢，怎么得？哦，这个呢就是永嘉大师说的那个不可得，不可得啊，哎，那个就是我们哦要得的东西呀、啊，就是在那个里面哦。所以就写小刮胡啊，哦，就是不可得这地方所在啊，及形而上的道哦。
微不微妙？微妙。哦，很微妙哦，哎，啊、很细啦，哎，就是我们都呢要进入啊，哦，这一种很微细的哎那个真理所在，因为差别哦都不大，可是呢一点点差别都不行，只要你差别一点点哦，相跟性啊哦就鲜明的分开，哎，所以着相呢哦那个就凡夫。离相呢、欸、就出佛就成佛了、哦、很微细的差别、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法非常的殊胜、哦、那我们呢只要都当体了不可得，都能够离相即是真如，就已经是真如了，即是、啊、一真法界、哦、即是呢贤而上的道。那么假如、哦、真如假诸言说啊，哎，真如呢借的所有的言说、哦、那个假就是借的意思啦，借诸言说而说无分别意、啊、把那个无分别里面的真理、啊、哎，把它都说出来，说真如啊里面啊没有分别、哦、没有那个分别心、哦、我们呢要、哦、没有分别心、哦、修啊修正到没有分别心、啊、哎，就成就成佛了哦，一无能说所说而说，说即非说。哦，文字性理呀、啊，哎，这个哈、哦、文字性理，佛学就讲说我们在呢那个哦这个思念处，哦上圣的思念处啊，就有讲哦观身现象犹如虚空，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但有名词，名词性理。哦啊，这个文字性理跟那个哈、哦、名字性理呀、啊、是同样的意思，啊，两个可以互相哦哦发挥啦。哎，这个名字性理哦无啦，心嘛是拢假哦。然后呢啊，这个华的话呢，不得善华哦，不得不善华，这个是上圣的哦那个思念处。那么当体啊即空哦，你当体当下呢就是空。哎，真空妙有，那么知妄呢？哦，消妄，知妄所有的妄，假的都已经消失了，忘记了，不真呢何待？哎，一定呢就是真，所以只要啊，哦，妄念一空啊，真如之体呀、啊，自然而显。哦，一切呢这个知法，哦，唯是呢自心，哦，无有能见啊，亦无所见。无有能说呢，亦无所说。哦，见佛闻法，皆是分别。哦，所以我们见佛的、闻法的，那个都是分别心呐、啊。所以见到佛，都是见到我们自己的心。哦，所以闻到法，我们了解，哎，都是我们的心。宽不宽广？哎，都是很宽广。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之前啊。哎，或者都时常会讲说，哦，有时候啊，我们都有盲点，哦，修到佛学博士也有盲点，哦，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啊，跟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哦，那个达赖喇嘛不举手吗？哎，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啊，说好，你请说，我可以问问题吗？哎，那个佛学博士说。等到我说完了你再问、哦、这个你看、哦、讲出来的里面的法就在了、哦、然后第二次达赖喇嘛又举手、哦、那台湾的佛学博士又请说，问题是、啊、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啊、所以、哦、那个时候电视还不是很普遍的、啊，哎，我们都去电器行外面哦，去看那个电器行放给哦所有过路客看，啊，那个哦路边就看的人，很多人就议论纷纷呐，哦，达赖喇嘛怕等人的高辈，哦，人咧讲讲掠手，啊，第二拜讲哦，啊都未记哩啊，唔知要问啥，他记住那遐拜，哎，就这样反应啦。那后续看到以后说，哦，这个。这个行家哦，在过招啊。他举手是说，你那个理论啊，对众生的帮助不大。
你要告诉众生啊，简单的方法。那简单的方法就是没有能手了。啊，所以哦，那个我讲完了，你再问，就有一个能讲的我相，所讲的法相，有能说有所说，对不对？你看有没有法？法在里面啊。好、哦，有能说有所说，是不是生灭？是不是对待？哎啊，所以哦，那个佛不做这个生灭对待的事，所以他也就没有再哦延续他的哦能说所说，就讲第二个哦，说你讲完了，我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就告诉他，要问的是刚才，刚才已经过去，哦。过去心啊不可得，哦，那未来还没到，现在心不住，那个是要三心弃掉，有没有法？哎，你看，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哦，三世啊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没有六道轮回。那我们有三心哦，三世都把我们摄受了，我们就要在六道轮回。你看，这么奥妙了。哎啊，这么微细呀、啊！那、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训练到没有三心？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过去已经过去啊，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未来还没到啊，你不用策划，那个策划是身体要用的、啊，佛性不要用，佛性不用策划。哦啊，现在心不住了、啊，你说现在那个鬼体啊能六，现在个鬼体啊个能六。现在个鬼体啊，伊都未掉了，断掉嘞。好、哦、啊，没有对不对？啊，没有过去啊，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们整个佛性呢、啊、就呈现了，圆满呈现，所以叫哦现前一念，具备啊哦十世古今，哎十世古今啊当下一念，不是时常说吗？哎，要复习一下了，哎太急。哎，所以哦，要了解说，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都在用能手，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啊，等下我最后我再跟你讲，又是能手，哦，哎，那、啊、我们不知不觉啊，哎，所以哦，就是要知道说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哎，就可以啊，我们做到哦，哎，没有能手，我们吃饭有没有能手啊？吃饭要不要能手？哎，可能又在失手了。哎，我要紧了，你想看嘛呀？哦，一真法界啊，哦，无有分别。那么不起分别啊，哦，即能见佛。哦，不起分别啊，就可以见到佛。所以呢。啊，或者师长都讲，哦，若无所见啊，即使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啊，即是邪见，有没有？有。哎，所以哦，我们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啊，就见到如来了。啊，我们有所见哦，就是有能见，有所见啊，就是邪见了。啊，所以我们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哦。各位先生，我们都时时刻刻啊见到如来，为什么？因为啊，我们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如来都整个呈现了，好不好？都没有体会啊。我们在当下有没有所见？没有。因为啊。哦，不是我们的哦，心温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嘛，对不对？对。哎，然后我们无所见，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啊，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啊，整个真如呈现在我们眼前，啊，整个都是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我们是不是看到如来？有没有啊？有。哎。那假如说、哦、我真的看到佛像了，那个是邪见，哦，真
真正的都是无所见，无所见啊，真空妙有都见到如来。啊，我们都时时刻刻都在见佛啊，有没有啊？就是今天才体会哦，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哦，不起分别啊，就能够见到佛。那个呢，就是形而上的道了。所以形而上的道啊，是不是很容易就呈现了？那么楞伽经呢，大慧菩萨呢问佛，达摩祖师啊，西元502年到我们中国来，就是带四本楞伽经，要传给我们中国人。因为楞伽经的程度很高，那个是菩萨法。这个到五祖的时候啊，就把它换成金刚经了，没有传楞伽经。那么楞伽经里面呢，大慧当机，他呢，大慧菩萨问佛说，如何具足啊修行法？说如何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那佛就回答说，有四种法成大修行。第一个呢，就是观察自心所现；第二个呢，远离啊生智昧见；第三个呢，善知外法无心；第四个呢，专求自证圣智。具备了这四种法，若成就此四法，则得名为大修行者。那么佛又解说呢，此四法的内容。说第一个观察自心所现。如何观察呢？自心所现要怎么样来观察为呢观这个三界啊，为是自心就是山河大地啊万象万事前世呢真心佛性啊离我所没有我相啊以及没有法相无动作啊无气来有为动作啊前没有无始执着过喜啊所心呈现呢希望种种色行名言系无身心菩萨如是呢观察自心所现就是呢时时能够观察形而上啊之道就在这个里面这个呢山河大地啊万象万事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心佛性离我离开那个主观的我也离开客观的我所以没有我没有我这个是这个所有空徒四大借我用的这个身体离开这个以及呢我所拥有的环境所以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离我所我呢就是指观的我相我所呢就是我所处的环境就是呢法相所以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然后也没有动作没有气来有为的一切啊全部都没有那我们现在呢所过的生活啊那个是无始以来执着那个过去的那个习惯啊所熏啊然后呈现我们现在在眼前的虚幻啊种种的色形名言种种的色就是形象各种呢行为各种呢那个名啊名称以及啊言辞都系乎啊我们的啊身心都不被这一些呢无始的那些过习啊所心它所呈现都是啊假的要认清呢这一些啊都要去掉修持啊就是要去掉这一些菩萨呢如是啊观察自心所现就是能够观察形而上呢那个道已经呢在这个里面所以呈现那一些呢虚幻种种的色行名言啊我们都要认清
哦，都虚幻不实在，哦，都要你去掉。实在呢，就是啊，真空妙有，哎，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么第二个呢，哦，如何得理啊，生智啊，哦，要怎么样可以啊，远离啊，生智灭见？那么所谓的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所有的万法呢，都好像梦幻泡影。哦，我们自己啊，以及外面的他，就是外面的所有一切啦。哦，即具啊，皆不生；自他即具啊，皆不生。自己的直观哦，意识生发的，以及呢客观因素促成的，全部呢都不生，哦，都没有生啦、啊。那个都是眼具才呈现，眼散就没有。所以妄见生灭。哦，我们看到的生灭啊，都是妄见，哦，虚幻不实在。那么随自心量之所限啊，哎，那个外面的一切啊景象，都随自己的心量哦所显现啊。我们心好现好的景象，心坏现坏的景象，狭隘呢狭隘的景象，哦，宽广宽广的景象，哎，所以随自心量之显现。哦，那个呢，都随着显现，那个都妄见生灭。哦，见哦，外物啊无有，外面的东西啊，全部都没有，因为虚幻不实在。可是我们呢，差别啊，都把万物啊当成真的。哦，不知道呢，它一直啊在变化。那么见呢，知识不起，我们的哦心意识啊，哦六根对六尘啊。所有的事啊都不起，哦，已经呢都能够哦了了分明，所以他哦不起事，哦不起这一些呢妄事，没有作用的事啊都不起，哦即众缘无积呀、啊，哦不会累积呀、啊、众缘，我们是累积太多的哦那个缘，所以啊哎才一直啊六道轮回不息，哎可是呢我们要呢。哦，这个来观察，哦，远离呀、啊，生住灭界都要远离。由分别因缘啊起三界，哦，三界啊都是我们分别心的因缘哦起来的，本来就没有哦，没有三界，就是因为我们的哦那个分别心哦，所以才有三界哦，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如是观的时候啊，若内若外，一切之法皆不可得。哦，这个时候啊。